李允健黑带一考试 ，Go！ 各位富贵列车乘客，你哋好，我系列车车长李允健。今日我会报告车厢嘅乘客，男乘客就有211个人，女乘客就有200个人，小孩就有70个人，长者就有70个人。我哋呢个车厢仲有啲猫猫狗狗添，有七十个猫猫，只猫猫，有十只狗，二十只兔。呢度仲有一个特别嘅人物，佢哋就系总理温家宝同埋副总理李克勤，仲有香港特首曾荫权。多谢佢哋嚟参加我哋呢个特别世界嘅旅程，其中温家宝去过好多嘅地方。喺2003年，佢曾经嚟过香港度探访啲经典型肺炎嘅人，仲喺2008年，佢喺大地震四川嗰度探访一啲灾民。佢搭車去到嗰度嘅，佢就鬧啲工作人員，因為實在太慢啦。佢令我哋明白，仲生命重要嘅性。呢個世界先會好美好嘅，多謝。